为继承父业，也为纪念早逝的二哥，张金来采用六小龄童作为艺名，怀着有恐辱命的不安和壮志将酬的喜悦，踏上了漫漫西游之路。 六小龄童竭尽最大努力去创新创意，使出浑身解数向独辟蹊径。然而，事与愿违，在市级除妖乌鸡国中，他的表演却未尽人意。 看到样片里的孙悟空，我真恨不能一头钻到地府。我不是没努力呀，可电视猴王究竟是什么样呢？他既不能是戏曲舞台上的孙大圣，又不能是生活中的人，更不能演成动物园里的猴子。困惑和无奈，就像一只紧箍死死地套在我的头上，痛苦难言。 其实我这个无名小卒并不害怕失败，可我却害怕有损家族的荣誉，更害怕辜负亿万观众对《西游记》翘首以待的厚望。出事的失败，让我第二次跌入了人生痛苦的深渊。知子莫如父，远在千里之外。 但一直密切注视《西游记》剧组艰难行进的六龄童，及时为儿子点化心路。父亲说：“美猴王是神话人物，在电视表演中可以夸张一点。你不能把南北猴戏演员积累了几十年的戏曲表演形式弃之不用，要从舞台上找些东西回来。” 性极好的六小龄童，立即投入生活广交朋友。在拍摄《西游记》的六年中，遍访名家，兼收并蓄。你找那像李完成那种要点，就我只说一题。为了民族音乐最深，他给我一句话：一定要保持你电视剧的优势和特色。动画片你看那猴，还可以变形。赵宏本的连环画，他从这一幅画里头要说明很多问题，还得有一个连贯性。 每一个画面，他说明一个问题，这种动作我全画的那个电视剧里头了。戏曲里头没有这种东西的，你穿着斗篷，戏曲从来不穿斗篷。那肖云鹏那个就直接从猴子的模仿过来的武术动作，他是从动物里直接模仿过来的。每个人给你的东西，我觉得这个倒可以。就这样，他潜心钻研，将戏曲、武术、舞蹈、杂技、美术各种技艺融会贯通。 一丝一缕的揉进他的电视猴王表演中。腾云驾雾，哈哈哈，对风逐电，哈哈哈，一个跟头，哈哈哈，十八般，哈哈哈，千火眼金睛，哈哈哈，铜头铁肩，哈哈哈，威风凛凛，哈哈哈，大声齐。 什么天仙莫难，怕什么鬼怪神仙？这。
们知道这个孙悟空呢有这个火眼金睛啊，你本身呢好像是近视的是吗？啊，是的。大概我看资料了，大概有400多度、那你怎么去表达这个孙悟空这个眼神呢？非常遗憾，我还得告诉你一个最新的信息，现在我的近视已经到500多度了。哦，是不是因为拍摄这个孙悟空的关系啊？不是。就是在拍摄这个《西游记》当中，确实遇到很多的困难。那么我除了就是大家的帮助以外呢，一个对人物的理解，另外呢就是对眼神的训练。比如早晨嘛，就看那个日出，就长时间的看日出。那主要呢就是练这个眼睛，就是持久的，就是看一个物体。白天呢，就是有机会就看那个乒乓球的那个练习，就是看赢球的往返啊，练这个眼神的速度。晚上呢，就是点一个卫生香啊，就是看那个袅袅那个香烟呢，就是找一个试点，就是练那个，有时候发现妖怪什么的，他就眼神呢就是很有力度，很有那个光彩，所以呢在那个电视表现的时候呢，就是观众给我很大的鼓励。哇，真不简单啊，难怪那个眼神演得那么好了。平心而论，六小龄童塑造美猴王并不比六龄童演孙大圣来得轻松。在25集西游记中，他不仅把人性、神性、猴性三者有机地画到孙悟空形象里，还细腻生动、优美洒脱地展现这个神猴复杂心理和他性格成长的全部历程。更难为他的是，需要不断调整自己文静内向的天性，乃至以活泼好动的习惯去靠近这个神话精灵。